我们今天在富丽湾。富丽希尔顿逸林度假酒店。这边还有水上乐园。酒店正门。惠东站可以直接到深圳北站。他们下面的小小的别墅区是已经都卖完了。富丽湾这边的占地面积很大很大。前面这些一排的一线海景的别墅，他们是已经全部售出去了，已经全部卖掉了。它这边有点像公寓，走廊很长。哦，下面那些都还没建好，下面要做商业用，商业街。现在我们看的是平层。厨房，这边有个卧室，阳光很好。一个房间，两个房间，卫生间，三个房间，这边就是三房间。客厅，大客厅，阳台的风景真的很好，阳台也很大。一个风扇的，它是每一格就是一户别墅区。别墅它是没有装修的，交房的时候完全就是一个毛坯房。这边有个小院子，客厅还蛮大的，客厅很大，厨房、卫生间。二楼。二楼这边的房间出来有一个阳台，这边的房间也很大，可以别墅区。富丽湾里面有一个小镇，水云天，叫水云天。这个树好漂亮。这边都是一些吃的东西。美食街出来就是海边，风景很好，都是这些古香古色的楼。今天我们吃东北手工水饺、牛肉面、芹菜猪肉饺、馄饨、饺子。晚上。这边的晚上，海边的晚上，海边有一个餐厅，很漂亮的一个餐厅，但是现在晚上吃饭时间也没有人，疫情。